珠宝首饰如何分真假？其实它的总质是很晶莹剔透的，看得很清楚，是吧？听专家分享设计心得。第一件事就是吸眼，因为没办法，有时我们要迁就它嘛。还有更多的珠宝玉石的知识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不要想着要看它通不通透，什么靓不靓色，不要看这个字。尽在全新第二季《珠圆玉润》，5月23号起，逢星期一晚上6点，千祈不要错过天下卫视播出的《珠圆玉润》第二季。